请问三个帅哥要去哪？为了吃米其林好料，天气炎热也要忍一忍。好像找到目标，米其林餐馆了。请问几位啊？五位。哎呀，搞错了，是前面红招牌那间才对，就是这间第二汉米其林水准餐馆。菜单里的图片样样都很吸引人。哇，虾锅好吃。出名的螃蟹炒饭，妙虾，虾卷，蒜米辣椒仔炒鱿鱼，螃蟹煎蛋，必是虾菇卷，蒜米包菜。